Hello，大家好啊！11月6号啊，礼拜六啊，咁啊，今日做完嘢嚟华润小径湾呢个商业街啊，咁因为要食嘢，揾翻啲成熟啲、啱自己 feel 啲嘅地方行。咁啊，呢度开一间 M 记啊，同埋呢度开一间呢个瑞幸咖啡啊。喂，Andy，今日又系你拍摄第一日喎吓。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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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咁啊，咪唔好鎖住嗰啲，又咪收音嘅，係。好，收音。係呢個係。今日嚟依度咧，就係、是、行下依度嗰啲條街啊，揾啲嘢食下啦，同埋睇下平時人流啊。嗱。啊！呢度。今日禮拜六。捐窿捐下，捐唔捐得到好食嘅？哦，你好似你未嚟過係嘛？係啊。啊，行下呢条街先。我想揾翻上次散米嗰啲。冇啊，呢度系，因为呢度系商业嚟噶，商场嚟噶，就冇嗰啲咁嘅烟火气啊。或者上次我哋行下呢条街啊，呢条街就有个书店，呢度开咗个书店。瑞幸咖啡啊，估唔到仲系喺度生存到。咁啊，呢个新开嘅，即系我话呢个牌子生存到。呢度有呢啲飲嘢嘅店，睇下呢條街的人流咯。咁啊，因為嗱，依家小徑灣佢四期嗰度咧有啲新貨咧，佢裝修標準係 upgrade 咗嘅，咁啊，所以話俾大家聽。咁同埋都睇下，因為你11月啊嘛，你12月都開始慢慢天氣凍，不過而家真係嗰個温室效應啊，啲氣温熱嘅地方個週期好長，所以你而家都係反而係啲温泉本受影響。大家睇下啲人流，咁呢度食嘢又唔會話好乸貴嘅，少少貴嘅啫。有酸菜魚喎。有個獅，係咪獅頭鵝啊？呢個呢間嘢有少少貴嘅，呢間嘢有少少貴嘅 Andy。老鵝飯店。呢度有檸檬茶，呢度開始多人啦嗱，呢度開始多人啦。嗰度沙灘嚟。係呢度行出去沙灘嚟啊！老闆，吸檔。嗱，呢間嘢都係新開嘅，呢間 pizza 店呢間。咁啊，行下嗱啲人流。吉野家呢個日本菜喎，吉野家冇咩好食，我唔係好中意食吉野家。日本那個、我想食下嗰個酸菜魚啊！喂，不如你打開大眾點評睇下呢度有咩團購靚啲？我話美團喎，都得都得。呢度開始人多啊！呢度依家係下晝4點幾嚇，4點幾嘅時間啊！嗱。呢個海邊喺度坐，那個木屋燒烤見到嘛？木屋燒烤，呢個沙灘啦、啊，今日11月你有啲主場喎、啊。係啊係啊係啊。木屋燒烤女主場。係啊係啊係係係。嗱，呢邊咧就係小徑灣一期啊。哇，好香啊！臭豆腐味喎，邊度飛過嚟啊？我聞得好似右手邊。哇，好香喎！應該係嗰度有嗰啲臭豆腐，好鬼香，好鬼香。啊，咁啊，沙灘好多人喎，沙灘。嗱，呢個沙灘。要掃嗰度先入到。你幫手掃掃我哋行下。死咯！11月都仲鬼死咁熱。要扫一扫热康码。这两个码我现在在扫个健康码先。这个那里排队一下。
这个扫个月号码。扫码登记一下人数啊。下面一个。月卡码了。一月码，这里下面扫一下。啊。登记一下人数。要扫这个预约码。这个预约码。第二个。第二个，人数加上去，这里免费啊，免费啊啦，免费。我不是你那按错啊，要按这个红的。嗯，免费。然后你一个人的。一个人。戴上口罩。好、哦，可以可以，要戴口罩啊。啊，口罩戴上过去。行行行，我先搞先先。可以可以。嗯，好，我而家要攞个口罩戴一戴。请戴上口罩，扫码一啊。妈。请排好队啊！排好队啊！冇办法，要遵守规矩，要戴口罩啊吓。咁啊，口罩戴咗啦。啊，入嚟睇下啦嗱。睇下呢个沙滩啦、啊，拍咁多。哦，臭豆腐就喺度，怪不得这么香，原来是这里这个臭豆腐。哇，阵喺度饮杯嘢先，就喺度买支嘢饮啊 ，Andy， 好嘛？我哋行行完先系。爷爷以为真的好多人喎、啊，今日。哇，你都未知啊 ，Andy， 如果你国庆你呢度插针都插唔入啊。插得我，插唔稳阵啊。啊，睇睇个沙滩啦、啊，沙滩人流。啊 ，Andy 啊。沙都好干净。个视频嘅封面用呢啲人流做吓，睇一睇你。冇问题。哇，系喂。今日十一月六号啫喎。睇下啲沙啦，啲沙质，系、哎、沙质。哎，换翻个，睇下啲沙质，啊，啲沙质吓、啊，沙质就系咁啊吓。咁啊，诶、啊，呢度我又唔系好想落去喎，呢度，反正我都行落去啦。唉、啊，着住对鞋，入沙啦，阵间一定有，小心啲行。唉、啊，入硬沙，着对鞋啊。穿拖鞋嚟咯，最正啊！穿拖鞋嚟呢度。嗱，小径湾咧买啲单位五万零万咧，呢个海湾咧玩得过噶，吓咁多位。个海始终系交通位置近啦。啊，之前小梅沙啲又系插针都插唔得。嚟呢度咧，深圳同林森都系多元文化，都是说普通话的，唉，真系。啊，可以喎、啊，真系，哇塞！啊，我攞个手机喺度拍翻个小视频先，可以啊嘛？啲人喺度玩啊，玩水啊，玩水。人多唔多呢？我覺得人真係好多。十一月六號啊，十一月六號的小径湾啊，沙滩非常多人啊。今天啊，星期六，你看，都是人气很多。十一月六號啊。十一月六號啊，十一月六。看看这里有什么玩先，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在这里，在这里什么，在这里玩的，那些小孩，我就不走过去了，我就这里的沙太湿了，这沙太湿，哇，在喂，哇！啲浪打过嚟有啲惊，因为可以系嘛？啲人系咁多位观众，一个新区要八到十年，
啊，我行出啲，一到到十里行滩啊。唉，对鞋入晒沙啦，对鞋入。睇下啲沙啦，嗱，沙质就系咁嘅沙质啊，即系我因为我着鞋冇感觉，但系就都系幼嘅瘦沙嚟嘅，唔会话吉脚嘅，唔会话吉脚嘅呢啲沙。一路去到十里行滩啊，拉唔到咁远啊，远景。嗱，嗰度三期啊吓。新裝修啊，呢度一期，一期呢度，一直去到嗰度六期啦，嗱六期嗰啲就貴噶啦。咁啊，呢家一期呢度最成熟，因為有商業街。咁你買三期嗰度咧，行落又遠遠行出嚟呢度沙灘好近嘅啫，三四分鐘。買咯，睇嚟點揀，但係你話搞得靚嘅話，都係保利金丁灣嗰度搞得靚。大人嘅話應該係呢度最多啦，始終靠近深圳。啊，我喺惠州開車去汕尾金丁灣都開死人啦，係嘛？更何況深圳嗰邊，我喺惠州開都要開成粒半鐘，你喺深圳去嗰啲要成兩個幾鐘啊！哇，都幾多靚女趌下喎，都唔好怕人哋啦，我哋。行翻去先，啊！同大家講下，小徑灣係屬於打灣嘅個房產證。呢個小徑灣屬於打灣嘅，去到十里人灘嗰度屬於惠東嘅，即係話你買惠東嗰啲，仲有希望再買翻打灣嘅，啊！不受影響，不受影響啊！啊，可以。嗱，嗰個就係粵海灣啦嚇，千零萬一棟嗰啲別墅啊，千零萬一棟別墅。我就係今日過嚟海邊辦事，咁咪順便過嚟呢邊影下咯。啊，唔好嘥我啲時間噶，冇理由過嚟辦一件事就走。阿 Sam， 我呢啲喺海邊求其揾我要辦咩事都 OK， 我只喺樓盤先。呢、这個九命粵海啊，九命粵海嗰邊潮西嘅，呢個係金融街，金融街嚇。跟住咧，我另外揾個角度先嗱。呢度咧，啊呢個呢度嘅山嗰個位置就係呢個星河沙半島，星河沙半島嚇。咁啊。呢、这個星河沙半島呢度咧，下邊呢度山坡位咧就係星河銀海灣，又係影啲海景樓嘅，即係見啲海景樓嘅。咁啊，嚟翻呢度，呢、这個呢、这個係嗰、那個呢、这個係嗰個十里行灘嗰個觀海軒嗰個位置啊。咁呢度呢個維港灣啦，呢、这個維港半島啦。嗱、啊，阿 Sam 話俾你聽啊。呢、这個濱海新區咧要十年一個週期，依家去到八年啦，啊都入趨成熟。佢真正嘅爆發性咧係十到十五年嗰陣時，佢會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嘅。千祈唔好成日話買啲咩樓又話自己坐艇咁樣。你而家去買肇慶新區，去買啲江門或者點樣啱啱搞嘅新區，你一樣都要坐艇坐幾年。千祈又唔好喺呢啲捱咗幾年，又諗住走咗，又走去買翻啲新區。咁你真係人生冇幾多個十年嘅咋？你咁連坐十零，連坐幾個十年嘅艇？呢度呢啲咧快噶啦，佢只要嗰度再入住埋咧，那個批貨入住埋咧，成個氛圍你二手你就只要係啲靚貨嗰啲，即係好似呢啲咁，呢啲靚貨呢啲人哋依家呢啲轉角位嘅二手嘅兩萬五都冇人撞出嚟買呢一百四十幾方嘅。系嘛？咁啊 OK 先，我哋嚟呢度饮杯嘢，饮完嘢我休息一下，跟住就去拍一拍嗰个四期嗰啲板房俾大家睇睇。嚟 Andy 你饮咩啊 ？Andy 你饮咩啊？睇到啫。呢度呢啲好平嘅啫。
咪去嗰度飲啲奶茶嗰、那個。嗰、那個奶茶七啊幾蚊杯啊？零蚊唔係廿幾蚊啊！我見咗下。廿幾蚊。即係超預支啊！又唔係佢濱海望海嗰間係最貴嘅。哦，咁你大佬你話飲邊啲啊？飲呢度得啦 ，Andy。嚟，唔係因為佢。檸檬茶。你瑞幸咖啡嗰啲肯定平啦，但係望唔到呢個海嘛，呢個海先係最靚。哇！呢個維他檸檬茶，唔睇檸檬茶係嘛？我去飲呢個豆奶。豆奶係。喺、你嗰度嗱，你嗰度有嗰啲手打，你係咪要嗰啲啊？嗱，依度有嗰啲。手打檸檬嘅，因為唔好嘅，我講呢個檸檬。要唔要整个椰子俾你试啊？我唔使啊，我唔使咁补啊，我饮呢个得啦，我饮。几多钱啊？十八蚊。啊？18蚊。哦，18蚊啊！呢两樽。我嚟数。几钱一樽啊？大概嘅话就系、是。呢个10蚊，呢个8蚊。呢个10蚊，呢个8蚊。啊，都。所以話 Andy 啊，平時20蚊啲奶茶，你冇40-50蚊，你都買唔到。我哋買個臭豆腐食下咯。18蚊，呢度買個環境飲嘢嘅啫，10-零蚊我都唔係覺得貴啊。嗱，呢個臭豆腐多少錢啊？12块一份。奶一份過嚟幾話？那就應該要的吧。那我已經買了喝的，我坐這裡可以嗎？哦，我知道，就是好像要臭豆腐，你要啊？什么？打算就一份是吧？两个一份，一份。啊，这里扫码。然后拿一下这个有什么好吃的？啊，行，这个是番薯片，这个是土豆片，这个是油豆腐，这个、青菜香肠，这个是多少钱啊？这个是5块，这个12，这个4块。好，那我来个油豆腐。对。拿个土豆片。嗯。呢度一串就5蚊嘅，哇！一串5块都好贵喎。那，这里真的是个氛围哟。贵就唔贵，即系贵又唔贵啊？档口贵，店费都贵。档口贵，你个档租几钱啊？呢度？抽成嘅。抽成嘅，哦，你俾串新鲜啲我啦，5蚊我买3个豆卜都几贵下嘅。冇办法呢个。得。呢个咩嚟啊？土豆，呢个咧？番薯。哦，我要都要啦。咁啊。呢个鸭肠唔要。鸭肠唔要，鸭肠太贵啦，鸭肠。我要唔系我要呢、這个，我要呢串好啲。等阵我俾钱，即系另外串一串俾你。啊，你我要再要串呢啲。椰菜包上。椰菜啦。系嗰个口音，咁几钱啊？呢度？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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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呢度啲嘢真係都幾乸脷，又唔算乸脷，咁你有啲仲貴啲先啦。算乸脷啊！有啲食個腸粉都百幾蚊嗰啲啊，仲乸脷啊！旅遊城市冇辦法啦嚇。咁啊，唔係佢如果係入邊商業街嗰啲太興嗰啲冇咁貴嘅，唔好嚇親啲觀眾先。只不過景區即係咁，你要喺個海邊呢度食嘢，你冇辦法噶啦。因為我哋都經常喺海邊呢邊行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少少乸脷。你都好少帶我嚟呢啲場合啊。唔係，我知啊啦，依家今日你唔知道啲物價啊？唔知啊。哦，下次我你嘅預知啊。你講下咪先？你話即係你依家呢個你少嚟過呢啲地方咯。係啊。少嚟過。落去問下佢嘛。我哋飲杯嘢先啦，我飲杯嘢。飲杯牛奶先。嗱，我唔要，我唔中意。唔要吸管啊！哦。我聲都性情中人喎，唔飲吸管嘅喎，唔要吸管。要啲脂脆先有意思啊嘛。哦，咁樣。哇！呢個角度好型，你啱影嗰個。係嘛？係啊，阿 Sir。咁啊，陣間我哋
拍完板房就在那裡吃東西。 OK OK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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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咁我就食完啦，啊咁啊，而家喺海边啱后边嗰个海嗰度，啊沙滩嗰度，啊咁啊行翻上去，啊行翻上嚟呢度，行翻呢条商业街。我系想点咧？我系想行下呢个 M 记，睇下 M 记嗰啲物价系咩物价。咁好紧要噶嘛？你啱嗰度督咗几寸嘢，督咗个成，加埋两支嘢五廿几蚊，平时十零蚊嗰啲呢度 update 升成两三倍。咁啊，睇下啲有平嘢食嘅地方好紧要。呢间饮嘢好贵啊，呢间真系比较贵。不过个 feel 同个环境冇办法啦。啊，度假同啊长住啊唔同，你度假啲有阵时贵少少，咪贵少少咯。最主要睇下呢度啲 M 记嘅价钱会唔会咩啫？嗰个呢度有间纯果汁，哇，都有啲靓女吓。嗱，呢度人流啊，基本上啲商铺个空置率唔会话十分高嘅，一样都有喺度开业嘅。我想同大家讲，就系一个区成熟唔容易。你买嚟养老，成日去马来西亚啲十几年先成熟嗰啲咧，你年纪大又真系等唔过。M 记好似喺呢，哦 ，M 记喺呢度，啊呢度开咗间 M 记。喂 ，Andy 买个雪糕，一边行一边。睇到雪糕几钱啦？嗱 ，M 记喺呢度，我哋又可以睇下 M 记个价钱。买个甜筒啦，食住去啦。哇，夏天食住个雪糕真系正。咁啊，下呢个楼盘度，我哋入去睇下呢个 M 记嘅价钱，要拉啊！我呢度系啊，睇下啲价位点先。这里套餐是什么价格啦？哦，这里有。哦，都是二十多块哦。都是廿零蚊啊啦！哦，三廿零廿，套餐三。套餐三十三，接受到，即系有阵时有啲僆仔。那个冰淇淋多少钱？那个哪一种？那个四块。拿两个雪糕啊！啊，呢度啊好多，有哦，你们有早餐的？早餐是早上十点，现在没有了。你们是二十四小时还是怎？这里不是，早。你是在摄影吗？我拍 vlog。我就看一下海边的麦当劳会不会比里面贵啊？就这里我们是正常也是一样的价格了，比平常贵一点。啊，贵一点，不过也可以接受，就是没有贵多少，就是二十廿零蚊的价位，廿零蚊的价位。啊，我买两个雪糕吃着去海边逛逛先，再走走。雪糕要等多久啊？很快的。很快的是吧？嗱，呢度上面有二楼上去，反正系觉得贵嘅食嘢就食连锁就得啦。你呢度嚟，那么快啊？喂，啊嚟夏天嚟呢度 M 记买个雪糕去海边行下，啊，咁啊食雪糕啊吓。嗯，爽爽爽啲标。好啦，我哋慢慢行去四期嘅板房嗰度啦。呢个后边呢个就系 M 记啊。咁我哋就行去对面板房呢度嘅啫。我哋行过去。应该够电嘅。嗱，呢下我行过去呢度。实际系喺
呢度过个马路啫嘛，咁啊行，一路行落去都系舒服嘅景色嚟。哇，真系好为食啊！去边都中意食下嘢，唔停口嘅。嗱，啲细路仔又翻去啦，喺度玩完啦，翻去啦。呢个细路仔玩完啦，行翻去二期嗰度啦。就好似系。我哋啱啱就過咗個馬路啦，啊，就有一條細馬路，依度依啲都係唔通車嘅啲路。嗱，嗰度咧，嗰個咧就係嗰個萬象影院，我有條片影咗嘅，播到好耐啦，係嗰個速度與激情嘅。我哋而家慢慢行，同埋我喺大家聽下，仲有啲更加。那個位置就是那個梵高的海，30多萬都有貨的，反正都是共玩這個海灣啊，買二手都可以啊。阿 Sam， 但那些是單間來的，即是單間不看海。阿 Sam 一定會找到一些靚貨，怎麼都適合你啊，給到信心你。我介紹那些貨呢，永遠都是賺的，都是些佣金不多，也都辛苦。我哋呢個門係入唔到，我哋喺度行，即係永遠都係介紹啲真係靚嘅貨俾你。嗰啲太多網紅拍嗰啲太行嗰啲咧，冇意思啊！好多都係雷區嚟啊，因為有好多人通唔到關，喺度交學費啊！呢度呢條河嚟啊，叫涌啦，唔好叫河啦。啊！呢度有啲叔叔喺度開車。呢度啲二期呢啲小高層啊，呢啲二手大概10,000元一方啊。呢度二手都有嘅啊，最平10,000元一方都有貨啊。咁啊，睇下食完个雪糕可唔可以过去啊？一边食雪糕一边行过去啊！呢度有间万家 Life， 呢度有几间呢啲超市啊吓？呢度有几间呢啲超市啊？佢度入边亦都有网球场啊，呢啲配套嘅篮球场呢啲嘅，我个手都举得有啲攰，我换个手揸揸机先。Andy 喺后边倾紧单啦，已经，即系啲客喺度倾单。呢度望过去对面就系嗰个商业街吓，咁啊呢边咧就系嗰个艾美酒店，呢个晒开啲二手又好贵啊，天花板嘅价钱咧，即系洋房嚟讲，20,000多-30,000元一房。我而家带你睇啲系10,000出头一房。啲 level 唔同，咁啊呢度有條樓梯，可以呢度有條樓梯啊，可以行過去呢度條河嗰度喎，呢度有條咁樣行喎，呢有條樓梯可以行喎，嗱，呢條樓梯可以喺行。咁啊，雪糕食完咁大哦，一个雪糕嘅时间大概几分钟啊？
條片我唔脱唔剪嘅，照住咁樣一直去，俾翻個時間嘅感覺大家，就咁樣行。咁啊到咗呢個四期呢度啦嗱，我哋而家到咗四期嘅範圍啦。啊，呢度就係萬象影院啊，開業咗啦。啊！依度唔係呢個門入去先，嗱呢度萬象影院嚇，試下幾蚊一張飛啊，三 D， 睇下今晚有冇時間喺度睇戲。海邊嘅生活好完善啊！即係你跑步咧，亦都可以沿住咁樣去跑，都好舒服。你可以一路跑上山嘅。咁啊，行入去，喺度遊。我去33棟是這裡進去嗎？啊，是的。好。有代碼嗎？那個41樓的樣板房。樣板房。對啊。樣板房你要銷售帶你進去哦。没有，刚刚车我停在楼下了，我已经，我停在楼下，我去影院那里买票，就是你从那边进的、哦，你要从车库那边进去，也一样啊，我这里进啊，这边要业主信息，哦，那个曹成认识啊，这个我是不可以进去啊，你要报对几栋几单业主贵姓，你要报对的人进，那样板房啊，33栋41楼、哦，样板房这里要销售带进去的。这个门口要销售带是吧？已经交楼了是吧？是啊。哦，行，那我从那里车库那里进去吧。谢谢你啊。要喺车库嗰度入啊？啊，依度入唔到啊，依度。系要喺餐车库嗰度入。咁我又而家喺呢个戏院呢度。因为他这里已经交了楼了，那礼拜六日呢就很难叫 sales 过来带我入去，因为他们礼拜六日就是最多游客的时候，很难说占用人家的时间的，那我就自己入去了，反正我都熟了些产品。这个是万象影院，好，那志同在哪里啊？对啊，你口罩在袋子这里。对，没有，我带口罩。有。这里要找这个。我刚刚这里出去了。啊，今晚的戏院哈，有 3D， 那个。40块一张是吧？什么？是有会员是吗？对啊，这个007。有会员就是40。啊，100+。美团买是45啊嘛。美团。公众号45。OK。可以。我进去里面看一下房先。哇，好多啲细路仔喺度玩，有啲细路仔喺度玩打机。在打機，哎，車庫，哎，我哪裡是要停車場啊？亮裡，哦，這裡，對。他這裡停車費多少錢啊？凭电影票3个小时5块钱。没有电影票呢？没有电影票，他可能就比较贵吧，没电影票一般都不会停。行。看來真的要看戲先咯 ，Andy。唔睇戲嘅話，要成嚿水嘅車費喎。唔問。起碼50蚊，我同你講，我知嘅呢度。10蚊一個鐘就正常啦，呢咁高卡嘅地方。梗係，反正。
誒 Andy， 你嚟開車啦，去呢個33棟嗰度。O K。佢哋呢度交咗樓，唉，都係等於買現貨咁噶咯。如果呢度都要按現貨咁賣，我估維港灣、維港半島嗰啲唔睇海嗰啲都係要買現貨價咁賣。O K 啦，上車。Andy 去33棟，我哋上到去33棟，再影俾大家睇。